我做俯卧撑，明明是要练二头，但是我三头越来越大，还是因为只是因为我三头原本就很没有肉，所以先从三头开始练。我三头真的超弱了，以前没有三头，现在三头超明显。还没练到二头，三头就爆了。对啊，我之前会练到这边，就是完全做不下去。现在好很多了，我看我应该三月才能有办法一天做100下。我伸直太快，不是伸直太快，我做很慢。我算网红吗？我算吗？实况主算是网红吗？应该算吧，就是不同类型的。我这边有那个肌肉了，这里，可是还是很小。不红就不算，那我不红哎、欸，那我不红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哎呦，你这边就吐了，你这边就是任务了。这是谁的？这是你的标记的任务，这个就是你的。哎、欸，标记了。要标记。他已经登登了、欸，应该是那台化学车吧？要标记什么？在我记得你那个要丢标记在车上，前面绕一圈看看，我记得可以标记。哦、有吗？没有。那你点一下你的任务，看一下是不是完成。三个都有跳啦，但是要标记。